这一棒打出去，哇塞啊，这个球得分历史的时刻，哇，这个球是300轰，哇，各位观众，哇，我们在这个时候看到历史了，经过了职棒34年的历程，我们正式迎来了第一位300俱乐部的打者，而且是代打全垒打，大师兄林志胜。这个时候其实是应该可以比赛，是虽然是客队啦，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暂停了。这个是绝对前无古人啊，而且后要有来者要等非常的久啊。在桃园球场，这个球场其实它是最熟悉的这个地方。